海坨山谷国际旅游度假区，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海坨山风景区，毗邻2022冬奥高山速降比赛地。海坨山位于河北省赤城县西南，东莞承德，西连张家口，北靠坝上草原，南接北京市，距离北京市区130千米，常年平均气温比北京城区低13摄氏度，隶属京北生态涵养区内，平均1300米海拔高度，是人类最宜居的高度，四季全是无霾区，万亩原生林，自然氧吧，被誉为亚洲的世界疗养院，周边有崇礼冰雪度假区、翠云山风景区、玉渡山风景区、龙庆峡风景区、古崖居风景区、平北抗日纪念馆、松山自然公园等旅游景区围绕而成。海坨山谷国际旅游度假区，沿25公里大海坨山脉，以全家庭度假综合体为定位，由万间国际高端酒店集群，包括亚洲最大房车酒店、高山奢野帐篷酒店、森林洋房酒店、瑞士团墅酒店、慢坡别墅酒店、滑雪酒店、温泉康养酒店、童话树屋酒店、山居特色民宿，以及100个景区商业广场、米伦小镇商业广场、瑞士团墅商业街中心、房车商业街中心、瑞士免税精品店、滑雪场商业大厅等等，100个主题景区公园，包括房车公园、黑松林骑行公园、黑松林徒步公园、黑松林户外拓展乐园、越野加汽车公园、竞技体育公园、极限探索山谷、2022奥林匹克公园、卡丁车主题公园、有机种植体验园、萌宠牧场等等。众多网红打卡景点，包括万亩原生白桦林、千亩黑松林森林、万亩格桑花海、山地越野骑行道、11公里环山森林漫步道、山谷牧场、1473山顶咖啡屋、石阶而上、绿植相伴、花香袭人。这里有亚洲最大房车度假公园、高山滑雪大厅、黑松林星空露营基地、白桦林火锅餐厅、百亩天鹅湖、山顶米其林餐厅、天鹅湖网红餐厅、瑞士海德堡餐厅、万亩白桦林国际儿童产业谷、瑞士高端家庭滑雪场、万亩格桑花海等。